不在乎，就是不在乎。想着我好吗？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不喜欢你。我从认识你到现在，我一直在利用你，是因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像我这样的人，我不会爱你，也不值得你爱。真的是一个无能又懦弱的男人，却爱上了一个不能爱的人，最后却只能逃走。陆亦瑶，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。其实我没有希望能在这段感情里得到回报，我只是希望你以后感到孤独不开心的时候，能想到曾经有这么一个女孩深深的爱过你，这样的话或许能给你带来一丝丝的温暖和鼓励。对我来说就足够了。好想通个电话问他还好吗。陆亦瑶，你答应我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人，不要有那么多的压力，你要对自己好一点，因为以后你就是一个人了，再也不会有人像我这样爱你。交到苹果小姐。你谁啊？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是你的粉丝。粉丝？对，我一直都看你直播，每场都看，而且每样东西都买了。真的吗？哎呀，谢谢谢谢。你是有事儿？我能跟你合个影吗？可以啊可以。哎，我还准备了一份礼物。礼物？对对对。真的不好意思啊。来。哦。哎，
啊？对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书，希望你能喜欢。我的粉丝都这么有文化呀，居然看书。哎，对了，你是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的？这个我是通过你直播里面的方形推测的小区。这都可以啊，太厉害了吧。最重要的还是缘分嘛。啊，对对对对，缘分。那没事的话下次见。下次见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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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能通过直播找到我的家，算了，不管了，我旁边也是有很多人喜欢的。小姑姑，糖糖，你今天不是没课吗？小姑姑，我不是你小姑姑。小姑姑，我不是你小姑姑。小姑姑，你别叫我小姑姑，你别过来啊！小姑姑，我不是你小姑姑，你别叫我小姑姑。小姑姑，我不是你小姑姑。哎呀，你是玲珑的小姑姑。哎呦，我真的不是你小姑姑，你是玲珑的小姑姑，那你是我的小姑姑了。我可不想用退货员来威胁你啊。既然都已经说出来了，我就只能用这个来威胁你了。其实我只是让你帮我做一件事情，做我的线人。什么？不是，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呀？哼，因为我是陆芳明，从小斗到大，绝无仅有，势均力敌的对手。林睿爱的号码牌。小姑姑，小姑姑，小姑姑，小姑姑。吓死我！哎，我们这么勤快的林大医生，请这么多天假，婚假？是假，我和方宁一起回老家，顺便看看老家的医疗站。哦，又到这时候了。不过还好，这回弟妹陪你回去，不能一去不复返了啊。你俩这是今天度蜜月？什么蜜月？干嘛？注意身体啊，留着点啊，别再过了啊。休假了，哦，也不算，还得工作。总之你该加班加班，千万别对自己太好。是陆总。也别对我太好，有事随时找我。晚上除外。也不知道蔡思雨这次给我准备的衣服令人喜不喜欢。哎呀，管他呢，换个风格。哎呀，睡衣带哪个呢？这个挺好的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想什么呢你？正儿八经出差，真的是。受伤了，还挺期待的，我也期待。
其实有些东西不用带，必备的那边都有。必备用品我都准备好了。啊，我也是。时间等吧。哦，我的意思是说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对对对，我刚刚说太简略了。早点休息。晚安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这就是你家啊？对，挺好的。哎，黄金色的稻田，金黄麦浪。哦，稻田这个季节还没有。没关系，这样也挺好看的，挺美的。哎，那这个有吗？啊，这个有。在哪？这儿。哇、wow、哦！颜色可能是调的，不过你看这些花，你看这儿，这些花还挺好看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也不是来观光的，后期都可以修图嘛。行，走吧。但是我们好像下错站了。哦、oh ，提前下了一站。那等下一班。嗯。这个大巴。一天就两班，刚才那是最后一班了。叫车。啊，这里也不太好叫车。不过没事，我们可以坐老乡的顺风车。顺风车？嗯，顺风车挺好哎，我这辈子还没坐过顺风车呢。那就好。师傅啊，能不能带我们顺一下路？就在前面的村子。可以啊，上来吧。好啊，师傅，可不可以先把那两个先放下来？什么东西？那，你就这两个小可爱，这两个羊。这样吧，我买下来，但是我不要，所以您可以拴在路边，等回来您再来接他们就好了。你有毛病吧？你出个价钱吧，两倍、三倍都可以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带你们了，你们自己走吧。啊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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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关系，我们再等吧。可是凌睿，我们都等了好久了。凌睿，你是凌医生？对对啊，是我。你认识我啊，师傅？当然认识了。来来来，上车上，我把羊卸下来。不用了，师傅。嗯，刚不好意思，一起坐吧。来来来来，上车。好可爱哦。哎呀，可以吗？坐稳了，林医生。好嘞。哎，走吧。没事啊。没事啊。拜拜。哎。哎呀，好可爱啊，好可爱哦。哎。怕吗？他们好像比我还害怕哦。没事，你可以摸摸他们。来，乖啊，乖，很温顺的，你试试。要不你拿这个喂喂他。嗨，小白。乖乖。啊。啊。吃了吃了。给你，小黑。我们合个影，纪念一下吧。好啊。你先下。嗯，慢点。哎，慢点慢点啊。哎，谢谢啊，师傅。没事，哎，我来吧。林医生，
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谢了，师傅。谢师傅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有时间啊，去拜访你啊。好嘞，好嘞，注意安全，拜拜。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拜拜，小黑，小白。来吧。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啊，所以这就算正式到你们家啦。对啊。不过我看这个天好像快要下雨了。啊，没事儿，我们这儿经常下太阳雨。嗯，走吧。啊啊！啊，哎，慢点。